这是我们的邻居。这个观景台它是让我们这边的小舅舅，咱今仔要去倒？现在下班啦，流行夜冲啦。哦，这几天天气好热哦。那晚上哦，我就找了一个标高1600多公尺的一个营地啦，叫野马营地，来消暑一下，冲吧！还要一个多小时才会到啦，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晚出门啦。我看去遐到伊，我看我哪爱真晚了。恁在拄啊？伫迄个顶下无买？我无买地条，无买瓦斯罐啦，直接买吗？不然上去没有了吧？所以没有准备瓦斯罐？遐侪人个，咱内面哪个一罐尔？无有要搁买啥无？无要起来去啊？瓦斯罐啊？瓦斯罐应该还有。因为你阁有迄种个，你有蜘蛛炉个，阁有迄个瓦斯罐。蜘蛛炉瓦斯，对啊，你有两项个，你啊，就要过来买两罐好啊。免啦，不用啦，算了，先安尼得啊。啊，也不用买宵夜吃的哦。算了哦，算了，上去了。对啊，怕就瓦斯没有而已。怕侪人个，是啊，物件安尼。这是最后一个补给点哦，再来就没有了哦。到了，看到野马营地的牌子了。所以我才没有忘记带。这里可以叫福康打的。然后明天早上我先问一下那个，我有带到蛋了，但我有带。这个这么塌是正常的是吗？嗯。这样是正常的吗？等一下。遇到瓶颈了。这边应该这边上上面吧。错了又错了。应该看起来好像还蛮不错，还没蒸之前很小颗，蒸起来人变大颗了。明天不用开车，我可以喝酒。
关灯睡觉。这是我们的邻居，我们昨天夜冲就上来了，他们是早上冲上来的，哇，夫妻吗？情侣？情侣，哇，快啊，恭喜嘞！不会不会，我们上个礼拜去我们北部的一个那个六二B612乌山六二营地，哦，乌山六二，有听过吗？有听过，嗯。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说真的，还没下雨哦，风大到真的不行哎。好，你暗时困到一叫轰轰轰轰，轰到那里觉得说哇天哪，怎么会这么恐怖啊？对啊，风好可怕哦。然后风就没办法，如果说雨的话，因为我们台湾真的是有狂风暴雨，我们也不会去露营。对，暴雨也不会露营。可是碰到如果说下就算下雨，真的是下好大的雨，我们早就撤的。可是风的话，我们真的是。就没办法，真的。可这个应该还好吧？这应该很结实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就有怕，所以才想说买结实一点的。对啦，这个比较骨架比较粗一点。不然现在来讲的帐篷的防水效果都还算很好。其实买那种轻便的比较就是最方便啊。现在用东西买轻量型，我们的东西又太重了，有一点。对啦。对啊。也是啦，也是。头在哪？这样子。应该，所以怎么会喜欢露营呢？啊，我们本来就是看人家那种影片呢、啊。对啊，看人家在看。可是现在因为野营很多地方不能去，限制太多了。以前限制没那么多。以前开车我们还会去那个溯溪耶，车子去溯溪耶，哇，那个现在不能讲，跑给警察追。我们来去探访一下茶园。露营就是这样子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这个是别的地方真的没有的，你看，整片，看到没？整片都是茶山，真正的。嗯，今天有客饭无？有。那客饭？嗯，安全无？我有留一挂。哈哈哈！留一几袋啊？一几袋留迄个临时的。有当时的吼。嘿。来无位。哦。啊，临时来，咱就爱迄落滴吼。要转去讲，讲小暗嘛。喂。啊，有当时就小方便者。哎，怎样？啊，这拢你家己整理的吗？还是有个两到三工？哦，像枯草即卖拢叫人啊！哦，嘿嘿嘿，较变那辛苦啦吼。咱着整理，变粪扫啦。啊，好。在我们的椅子那边，这两张。这不是我啊。
像规划是你家己规划，还是有人甲咱规划？算讲家己有，家己想的啦。你较早敢有常咧露营吗？我细汉的。哦，你细汉。我细汉，细汉囝有咧露营。细汉囝。哦，细汉囝有咧露营。几年住？我迄个算五十出的啦。系啊，你细汉。我大汉的，五十四。哦，细汉的五十八，哦，他能吃那碗饭要，所以伊甲咱规划，啊，你来讲，啊，就讲你，我也没有什么天生的特质，唔免阁种菜，即较早种菜是种到即马，啊，拢开好啊，嗯，没有做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哦，啊，对，是做会，安这边的较细细料，安都要看看它是几样的。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是野马营地，然后我们。它这边有分 A、B、C 区，那我们今天现在来逛一下它的营地。营主认真啊，今天来到野马营地，营主很认真啊。这是营区的入门口左边，入门口左边进来的话，因为这边会有一个冷冻库，提供入油使用。那还有一个冷藏库，这个是营主他所为这些来这边露营 的露友来做准备的，所以可以大家来，如果冷冻的啦、冷藏的，怕食物坏掉，可以先拿来这边寄存。洗碗区，它大概能容纳大概五至六顶的帐篷，然后也有水厕。我们等一下再去参观它的厕所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营地，它是背着一个山，然后看过去刚好是一个山谷，然后可以看到对面的山跟云海。其实这里的风景是超漂亮的，云海。它的入门口一进来就看到很多的这种茶园，这也是另外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茶园。 B1 区的厕所，蹲式的马桶是两个，然后淋浴间四间，那边是男生的马桶，回收台。洗手台，嗯，出发，我们再去另外一个营区。这一区它有一点像阶梯式的，每个阶梯可以搭一个帐篷。另外这一区是有一个很大的观景台，然后这个观景台它是让我们这边的路友大家一起使用的，所以这边是不能搭帐篷的。可是他有用一个 木头帐板上来，我觉得而且还看得很清楚的风景。很棒。这里是男生厕所，这个厕所它的风格是比较用砖块所砌出来的，洗澡。
不是二是山上都会有放一个洗手台，让人家洗手啊，洗梳洗一些喷嫩的东西，回收区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、打开小铃铛，小舅舅别去怼，下次见，拜拜。